运金牌。富有听起来好可怕。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不管我们之前就是表现的如何，但很开心能把大家的心团聚在一起，然后也很开心能拿下这面牌，然后为台湾争光，拿下第一面金牌。那希望后续还有很多运动员还有比赛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给他们支持，然后我们一起创造更好的成绩。很感谢我们成为体育选手吧，因为体育可以让大家凝聚在一起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感动。其实这场比赛就一开始下场就做了非常艰难的准备，那对手其实也给我们非常大的压力，然后在打到第三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两个其实都已经体能有点下降，但真的是很感谢就是所有人的，就是现场所有人的加油声，以及在荧幕后面为我们加油的大家，然后还有搭档的一直给我很正向的鼓励，还有后面教练一直告诉我要相信自己，所以真的很开心能拿到这面金牌。辛苦杨呢？这位金牌吧。就其实像齐欣讲的，其实第三局我们其实感觉有点累了，然后体能有点下滑。那时候我们真的很感谢现场所有观众跟支持声嘛，然后在荧幕后面的所有人，因为他们的鼓励，我们才可以继续在场上坚持。然后很感谢说幕后团队可以帮助我们每天的恢复跟一些行程的安排，让我们可以在最好的状态去拼搏比赛。因为我打完之后要退役嘛，对我来讲象征羽毛球带给我很多美好，让我认识了大家，让我认识很多贵人美好的人，然后我那个举动希望可以跟他好好吻别，因为由于球场这件事情让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。刚才上台的时候你们两个牵手，就看到你们两个好像麒麟有眼光有点泛泪，是不是真的这一刻真的非常的感动？因为上一次在东京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没有预设我们会拿到那面牌，然后其实有点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，只一直傻笑。对，只一直傻笑说好扯哦。但这一次因为这三年来我们经历的真的非常多，就是什么，就是起起伏伏，然后也经历了许多质疑声，那中间的过程就是我们两个自己知道非常清楚，所以能再次站上颁奖台，然后又可以让火奇哥在会场去做播放，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。那一刻真的是有哽咽，很感动。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想哭。现在过了。那一句歌词大家唱得很大声，然后看转播的画面，就是其实李阳有吐了一口气。当下那一个时刻，自己在想什么？我其实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刚想起来的时候讲说哦我们真的做到了，然后一开始真的是感动的快哭了，然后后来有一种感动到哭之后变笑，我们两个又完成了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不容易吧，因为毕竟这么难得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是真的，就像齐欣讲，我们很多辛苦面不多人看到，那当然很感谢大家看到我们好的那一面，那我们也希望说把我们好的那一面给大家看就好，那辛苦的由我们来承担就好。有没有想要对彼此说的？因为也是一个很棒的，对来说谢谢大宝贝，我下课了。他还没有下课，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年终赛，所以应该会有年终赛，所以我们还有一站年终赛可以，还有台北公开赛跟年终赛。对对对，两位应该比较轻松，注意到你的造型，胡子没有刮，我终于要刮了，我很期待，我觉得很不舒服，因为我在刮的时候那个很舒服。对，我现在很期待，我明天早上就把它刮掉，因为就是一个心灵上的寻求一个心灵上的平静，所以就没刮，对不对？这累积多久了？从第一天我开幕那天有刮，开幕前一天还开幕那天有刮，开幕那天就是开比赛的前一天有刮。对对对，就是开幕那天有刮，然后开始比赛他就不刮了。对，其实很多网友也关注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有要对思远求婚吗？这个是秘密啊，对，我们有后续的话，大家自然就会有消息，就会知道。对，那还会继续海巡吗？当然要啊，当然要啊，大家那么真。其实我一开始会海巡，是因为真的刚好打开 Siri 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人真的很可爱，就很支持我。那我也想说要一一的去跟大家去做回复，那没想到就变成海巡，是不是也变成是你赛事期间的一个动力？就是我发现，因为其实有很多梗图，然后大家其实也都很可爱，蛮有趣的，所以刚好可以去缓解一下我一些紧张的情绪。可以，要不要咬一下奖牌？金牌咬一下，我狼哦。
哇，奥运金牌！你互咬，听起来好可怕。恭喜你们！恭喜！谢谢你们，真的很棒！谢谢大家！谢谢！谢谢让我们那么骄傲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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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！谢谢！谢谢！谢谢你们！